就我一人啊，哎呀，坐门口吧，老年人。孤独的坐等啊我。比长辈倒的晚，这饭还能香吗？舒淇，舒淇，你到没到？就这屋，就这屋，就这屋，已经到了。哦哦，都到了。我发现我迟到了。王师傅，抱歉抱歉抱歉，我来晚了，我来晚了，还让您等我。你好。听说你是一个被教养的很好的一个孩子，这会儿教养就不怎么样，你就不管用了。没有，嗨，我这我自罚一会儿，我自罚一杯。等了你一个小时。就是，那我别坐着，我站会儿吧。站。坐吧坐吧。知道这坎过了，下个坎更难。初次见面，总得有人先起话口。哎，你哪年呢？我九六年。啊，25。嗯，也不小。96年都25。啊，可不。哦